据报道，英国伦敦24岁模特 Stina 曾经也是一名喜欢在网上分享自己生活的网红，而过去分享图片里基本上都是在五星酒店身着比基尼，有着帅气男友的陪伴等等令人羡慕的情景。但自从她发布一些素颜照片后，模特公司表示实在太丑，已与她解约，而她在社交网络也失去了5000名粉丝。 Stina 表示，尽管失去工作失去粉丝，但她一点也不后悔。其实 Stina 是在接受某杂志女性专栏的一项社会实验后开始改变自己分享图片风格的。目前斯汀呢继续从事模特工作，同时也是创意作家。他表示，尽管失去了很多粉丝，但现在粉丝都是相对稳定的女性。斯汀呢认为这项实验让他释放了自我。有一个模特经纪公司认为我分享的丑照让他们很烦恼，所以我就和那家经纪公司解约了。同时斯汀呢也提到了自己的粉丝群体，曾经大部分都是男性，而现在大部分都是女性。